来吧，来看第二个短片，看我爸妈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就分开了，把我养大的姥姥也去世了。十五岁的我就开始每天在饭店刷盘子刷碗，冬天收拾鱼手上拉的口子数都数不清，为的就是能证明我靠自己的双手也能生活。别人二十岁都待在家里享福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开始为生活打拼。我在观众席里坐了四个小时，也看了你四个小时，因为想更多的了解你，我看了你全部的节目，也关注了你的视频账号，才发现越了解你我就越喜欢你。我喜欢你的表里不一，你看见别人牵手时会偷偷流泪，会因为不能回家帮爸妈包苞米而感到心里不舒服，明明内心很柔软却表现得咋咋呼呼。我喜欢你的土，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土，那是特别真实的你。你可以是孩子眼里活泼可爱的王老师，也可以是回德胜村八苞米的王晶。你可以是舞台上怼人的王老土，也可以是地冷沟里开心唱歌的王晶。说你喜欢白胖的，我符合。你说你喜欢大眼睛毛嘟的，哎，我现在还不毛嘟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后天培养，实在不行我用生姜啊生发啊生睫毛什么的都行。你说你喜欢比自己大的男生，因为可以照顾你。我希望这个人是我。王晶，王晶，王晶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王晶，跟我走吧。王晶，跟我走吧。哎呦，给好多姑娘都看哭了啊！能看出来，这一次奔着王老土来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用心。来，我们先掌声有请王老土出场，来有请。看到哪儿看的有点受不了了。看见那个我之前在快递做那个兼职的时候，还有刷盘子的时候，原来他也刷过盘子，所以他能亲身的体验到那种的特别特别的不容易，然后为了我而来，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懂我，然后也长成了我喜欢的样子。
我许你千言万语，哪怕到盘山不也长成了我喜欢的样子。我许你千言万语，哪怕到盘山、我喜欢他。虽然说你看着他表面上吧比较大大咧咧，其实他这个人内心非常的柔软。有句话就是大家所说的温柔只给意中人，我从第一次坐在台下看见他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。经过这不断的发酵，到最后别的什么树什么花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他，哪怕他是一棵狗尾巴草，狗尾巴草都好，我只要他一个人，就认定了。对，就认准他一个人啊。晶晶你能转过去吗？哎呦天哪啊！3、2、1，我许你千言万语，说你没事总去姐姐家拿个箱子去划了各种胳膊，我给你准备了满满的两土篮的胳膊。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买这老些饽饽。我买的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，反正我挑的也是我爱吃的。每次你直播，我都会去直播间去看你，然后每次都会逗你，管你叫兔兔小宝贝儿。然后我还告诉过你，我说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来的。今天我没有违背我的诺言，我来了。然后我还有两份礼物。哇！这两件礼物吧，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因为花钱买来的东西很容易，但是说想表达自己的心意，我想还是用我的双手吧，去给你制造一个惊喜。那个呢是小熊扎的一束花，这个呢，而这个是用永生花扎的一个小熊。永生花的花语意义是守护的爱，这个熊呢就代表了我，就代表着我想守护你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没有眼睛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我的眼，因为它就是我的眼。王晶，我喜欢你，跟我走吧。王晶，我喜欢你，跟我走吧。晶晶，我喜欢你，跟我走吧。哇，好幸福啊！什么浪漫的一幕都得让王老虎打碎。来坐。首先呢，你真的长成了我喜欢的样子，你这个胖大的走到颤连颤连是我喜欢的样子，但是你这个眼睛不怎么矛盾。还有呢，就是你也知道，你如果要是看我直播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姑娘，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恋家的姑娘。我每周的时候都要回家一次，如果你要是辽宁的，咱俩一定会牵手，所以对不起。粉嘟的这个熊，还有这个鲜花，我不能要，因为我感觉太贵重了。然后这个饽饽我收下。这些都是给你，不管你要与不要，都是给你。不行，你要是不听说，我这饽饽也不要了。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我一样想能照顾你的人，一辈子去守护你，祝你幸福。谢谢。你多么远多么险也不问归期，当机会将你人相伴，余生许你。